一点的把牛肉全吃了，还害得咱俩挨罚，对呗？太可气了。正好你姥姥出门了，咱俩得想办法好好的治治他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觉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咱们就这么办。不错，就这么办。好嘞，那我先去给你把风了。哼哼，想坑我门都没有。回来了，你们在家乖不乖呀？乖。说，你们谁干的？妈妈，妈妈，你仔细看。叮叮叮，小雨点儿。妈妈，他们陷害我，不信你看监控。行，我看看。你们两个真行啊！晚上别吃饭了，赶紧去给我罚站反省。